趁老公没来，抓紧把我鸡腿藏起来。嗯，又在搞事情，把大鸡蛋留给自己了。吃饭了。今天吃泡面啊？嗯，这边好吃。看我咋收拾你。哎呀，哎，我看你买辣椒酱没拿来，配河粉辣椒酱烤去了。嗯，对，放心拿。来来来，拿着酱。哎，对，拿着酱。啊？怎么变成小的了？我这是让他给算了。有了。哎，拿错了，拿错了。我拿点水去，拿点水，快点。哎，你这么多事儿。算了，那个奶也行，快点，快点，快。这回就对了，今天看你能不能换个明白。这小辣椒酱非常好吃，真好吃，真棒。下饭啊！下饭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辣椒酱真的是非常好吃。最主要的话，今天价格也是特别给力的，19.9给大家发10罐，每一罐是80克。平常的话，拌面条、拌米饭、夹馒头、吃个熟食肉丝、拌个凉菜、吃个火锅，都非常搭配的。吃到嘴里面，它是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，每一个都是小罐包装，拿就是拿带起来都非常方便的啊。喜欢吃辣椒酱的姐妹一定要去尝一下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啊！有人，这哪来的纸？